我是公关列车的那111年12月20号，双难双难，16:35。排就是开往新竹的1222一次哦。这一块哦。原来是这一块。1221哦。这个机场发车就需要银行新竹的银绿色压箱门头上就把钱。捐了。925钱的。在松山站停靠。有呢，他啪一声呢。它的速度跟超频有关系啊。啊，好酷哦！哎呀，这导电鬼真酷哎，还在这样重点。啊！你们怎么发现的？做完了，然后刚才跟他们讲过。你们是收到，谢谢。我另外一边有，直接就吃饭了。我要回一车，然后慢慢走，再等等。关闭车门。1221看往新竹，因为说要三分钟就把钱交925了。也交另外一台900。感谢各位，若想问个妈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主播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